解说不太专业，所以有些猥琐节操问题要调指问您呐。下面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用的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老幽之若水啊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M44 地图是神马秋下边的魔什么的。他们说里面有人说啊，学生请举手啊，我中学生，嗯，还感叹号啊，我靠，中学生啊，这，啊，他就被惊呆了。嗯，因为我是小学生，他 high school 高中生。哎呦，糟了，怪不得平时我打不过你们，你们最小都是个小学生，我他妈还在胎教班怎么办嘛？啊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听磁带。哎，你看这幼儿园，哎呀，我操，幼儿园也比我大呀，那这怎么办？嗯。啊，反正开着他的这个敞篷小炮啊，往前面开。哎呀，旁边这个机枪啊，让我想起了使命召唤，有一些车上面就有这种机枪可以用。这边耶、反正看好这个路口，上来一个砸一个，逮谁打谁啊。然后看到人家家里面，我靠，这管子伸得那么远的。腿短跑得慢啊，但是管子伸得长，哪儿都够得到啊，谁都要射一下。我们下面这里居然拱出来三个基佬啊，把对面着实吓了一跳啊。索马，之前看到有个酒吧叫马索，干脆叫索马里啊，哎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一看酒吧老板啊，周克华啊，大侠，我就知道你还在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哎，然后就可以去这个啊，驰骋索马里，耶啊！然后第二天就被，哎呀，我操！刚才那一发下去，应该是把那个复仇女神给搞着火了啊，做了一车异性恋呢，我操！哎，这个烧死了，居然车里面不装肥皂，这我真是招得住你的。丘吉尔其实有点被吓着了，哎，谢尔曼不出来，呵呵，啊，谢尔曼说你个傻叉，我他妈就是来勾引你的，你以为我要出来跟你拼啊？然后这边看到了野蜂，哎呦，我先去各种路呗。哎呀，这也不算小车房了吧？也上六级，哎呀，队友管的真他妈的快啊！打比吧，这个打的现在也不算好，而且那边要被突破了。这怎么搞？而且现在他要等缩圈，哎呦！好，他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安倍弯人啊，然后一发射了出来，五八的菊花，哎呦，菊花就被菊花塞进了一根炮上啊，真爆菊花！哎，你有无比，哎呀，一说到这个，我怎么想起来印度那些强奸犯？他有一些强奸犯，这个被人强行带走，那好像是被抓出来打了。好像有，那个当地的法律是不保护女性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搞成这种。
那你说的这个天朝的这些撸管宅男全都要移民印度了。别急啊，撸他。好的，漂亮啊！你装个逼还想跑？我靠！啊，哥才不给你这种机会。啊，对，这就要看这边啊，因为这边已经是被他们突破了，等他们就要来人了。好的，漂亮。什么都没看见，叶轩怎么没眼了？哎呀，来了，开镜吗？就，好的，漂亮啊！把他们这种快车打了，那后面这几个就好办了。我靠，不知不觉这货已经拿了五个人头了，有点屌的。叶轩，你真是走了狗屎运啊！哎呦我操，人家拿人头就是狗屎运，你他妈拿人头就是英明决策加上牛逼操作是吧？哎你妹的，咱们人比什么多，那边还在占领，但是要小心，你说你不会玩别说话啊。哎呀，反正不要轻易嘲讽啊，嘲讽没有好下场。那哥们在各种哥啊，哦呀 ，QE 也难对付呀、啊，以为蒙几个人头你就可以了？哦，原来是蒙的呀。哎呦我操，那大神麻烦你教我怎么打。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这样说啊。哎，打个游戏嘛，那一天到晚这帮人唧唧歪歪，你到底是要干嘛嘛，这我招得住你的。好，看一看这边，现在是我们这边是两个火炮了，玩技术的时候到了，学嫖娼就到新东方啊，那里规模大，八转一模遍天下啊，去这个啊啊操嘛，新东方也被黑出翔。不，这一段台词原版应该是新东方那个烹饪学校的那个广告词。我现实中认识一个到新东方去学厨师的，花了好几万块钱，学的时候其实也没太大用啊，不，他技术确实学到了，但那人我觉得哎不是太善于抓机会啊。就是这两个人反正就那我等你过来了，你不高手吗？啊，趴个懒子。哎，怎么还不来？难不成他们不来了？我操！刚刚放了狠话，就马上装怂。
看到了 KVE， 那我觉得这个火炮有点危险了，相当危险。你说你死了啊，孩子！哎，你不会看吗？刚刚那个死的是 M41，和两人一起来。哎，对，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一起来，他确实非常危险。好，他现在反正跑也跑不掉，对吧？那我就卡住墙壁跟你玩，至少能弄死一个，对不对？拉个垫背的，如果你要硬伤的话。哎，喵喵喵，你来呀！啊，我跟你讲，别以为你长得丑，我就不敢打你。呵呵，老子蒙起眼睛啊，拿着棒槌敲死你个丑鬼！什么都没有看到呀！靠，赶紧打字嘲讽！哎，不过其实，哎呀，来，其实真实情况下不要轻易打字嘲讽，因为这个时候他，可能你打字他刚好过来啊，你就神作了。哇！笑了，这你妈笑了呀！就这刺刀把那哥们刺死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啊？你还敢说这哥们人头是蒙的吗？那你也蒙一个试试。耶！好，现在这个看一下啊，这个走位也是各种的飘呀、啊、大家去哪里？难道中出去他家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好，进圈啊，进圈成功。蹲在这个地方。关键他不知道对面，如果抓他的话从哪个方向来的，他心里面在这里也比较虚的。看对面那个弹道方向应该是在地球左侧啊，但对面是从桥那里追过来呢。哎呀，我操！这他妈运气啊，这技术也不得了，技术加运气啊，那是要改朝换代的，我操！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联系到 QQ 箱是77858582提点抗议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